我们常说，看一个人，就看他每一天在做些什么。当你随着我们的镜头来看西阿荣伯尊者一年中的每一天，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，他都在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你或许真的不得不相信，这个世界确实有再来的菩萨勇士，他们的诞世和在世，就只是为了我们今生和来世的安乐，为了我们永久的幸福。Thank you.